嗨嗨呀，是嗨呀，大家好啦哈，我是那个唱啊，我们今天是要继续我们的三厘米了，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然后明天的天气是下雪天，然后今天的运气是挺好的，又是挺好的运气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快下，我背包满，我背包满成一个程度啦。等一下我先把东西给放下来，大概这样吧，应该没东西了。OK， 好。然后我们还要来这里，然后这个，没有了吧？好，然后要跟 Sebastian 讲话，你可以停下来没有？停下来啊，老公，停下来啊！我要跟你讲话，我快停下来。你要去哪里？哦，他给我咖啡耶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就这样子，应该就 OK 了。咖啡耶，那我喝啊。走吧，我们先下去。我看看。哦，有信哎，这什么？哦，这是昨天的那一个1000块，好、哦。然后我们先把这一个放下去先，16个对吧？16个，走吧。这样子，这样子。今天是星期六，星期六，星期六，我们今天要去送礼物了，不然的话明天又刷新了，是不是？我先把这些全部给放下来，好。然后我先把东西给丢一丢，太多了，我丢。哦，我丢，然后我们要先把这一个放下来，这样子应该对吧？走吧，然后就是这一个，rabbit food 丢吧，这样子，这一个可以丢了，没关系，丢，没有了吧 ？OK， 好，这样子就行了。然后我们先把东西这个放下来，然后电池这里，然后我们先拿出我们的。道具大概样子，然后这一个这里，好，走吧，这个，然后放进来，我觉得呀吃掉好了，我们先把这边给弄好，好不好？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啊，跳我一直按到，这样子，好，然后这一个，然后这啊。这一个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先把鸡蛋全部拿上来吧，不要吃，乖，这不是拿来吃的，这要拿来做成 mayonnaise， 然后再卖出去，然后我还一颗鸡蛋在这里，好，这样子应该没问题了，是吧？好，这边，嗨，牛牛，鸡鸡，牛有牛牛，猪猪，羊羊，只有牛奶，只有羊奶吗？有，只有牛奶吗？有。好，然后这一边还有你啊，哦有，要不按到好吗？有，哈，呀，等，好难按哦，给我按下你一下，哎，好，没事，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哦。我们先把鸡全部放下来，天啊，有时候按他们都奶啊，这样子就行了，走吧，星期六，然后先把这边给铺起来吧，坏掉了。5个应该够吧，应该，走吧。差一个哎，我们再做多一个，然后放下来，这样子就行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先下去吧，我们的念造屋，然后把东西全部给放下来先，走吧。嗨，我又回来了，好多。我要放下的是这一个。OK。应该没了吧？应该。那我们再去史莱姆那边，然后把我们的那个史莱姆球放下来。嗨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然后这个不够哎，等，我再拿了我几个出来，然后我们再跟他丢进去。好，然后这个要放下来。然后这个浇下水，这样就 OK 了吧？那我们走吧。跳羊我都史莱姆干嘛、啊？等一下，来，我们先过去温室吧，好像蛮久没有过去温室，都不懂成熟了没有？我们过去看一看吧，然后希望就是说有成熟了，那我们就可以搜一搜这样，有吗？哎呦喂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就三个，等一下，就三个，好吧，就只有三个哎、欸，呀，有点惨啊，等一下。那我们先过来把这个丢进来，我们要做成种子，然后剩下就可以拿去丢一丢吧，丢吧，
十点半呢，我们先我看一下，今天好东西要做怎么办？然后我们再把这些比较没有用到的东西先放下好了，因为要开那个箱子，所以呢就是能把没有用的东西放下来就放下来吧。Cap carrot 丢这边吧，应该没关系。然后应该 OK 的吧，应该没东西吧。好，走吧。哦，好嘞，我来了，两个，五个，真的假的？我拿五个，五个哎，等一下。那我们就先把这一个放下来，然后我们再过去左边，然后拿我们的浇水器，再上去我们那边种一下那个种子，这样五个，天啊，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那么随随便便就可以拿五个，好，走吧。我好像忘记铲子是不是？天啊，我今天是忘东忘西，我到底在干嘛？铲子，我们需要铲子。铲 ，OK， 走吧，这样子就行了吧？应该没有东西忘记带吧？肥料我记得里面还有，所以应该就没问题了，应该啊，应该。嗨，我又回来了，我看看这边，然后这一边，好，总之有，我们有我们的肥料，一二三四五，五吧，对不对？然后浇水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再把我们这一个放下来，还有这里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没有了，我在你在干嘛？等一下，我到底在干嘛？算了，你们什么都没看到。好，那我们走吧，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吧？五个，天哪，一个果实孵出五个，感觉就是一个蛮难得的事情。然后现在12点半了，我觉得我们先把那个浇水器放下来之后，我们要先去找那个村长，然后把那个 coconut 给他，然后我们再去把东西给送一送，然后我们还要去那个铁匠铺，这样好多地方要去哦。等一下，好多地方要去哦。好，那我们就走吧，先去找村长。是村长要吧？村长还是 gas 啊？我都有点忘记了。哦 ，gas， 好吧，我们先去找 gas， 然后把那个 coconut 给他。然后我们再去那一个铁匠铺那一边，然后把东西全部给开完，然后我们再过去送礼物，这样有任务。这个要打史莱姆算了吧，我不要。我们先来找 Gas， 你干嘛一脸和严肃一样在那边丢？好，给了，这样子就行了，600块，蛮多的。那我们再去铁匠铺，然后把东西全部给开一开，走吧，铁匠铺，铁匠，好，这里，走吧，然后这边就一个小快转喽 ，Let's go。One eternity later。好了，我们开完了，蛮快的嘞，就那30多个，感觉就是开开一下就完了。然后我们先去送点东西吧，走吧。送东西，首先先去找老奶奶今天生日呢，老奶奶这里，走吧。好，嗨爷爷，哦，我给他两个，真假的？那奶奶呢？啊，这是那个学房间，奶奶，哎，奶奶呢？奶奶，爷爷奶奶呢？奶奶呢？等一下，奶奶不见了。我送给奶奶的东西，然后奶奶不见了。我觉得她应该在下面那一边，对不对？哎，没有哎，真假的？奶奶呢？等一下，奶奶不见了。算了，我晚点再来好了。我们先把一个史莱姆的那个任务做掉，好吧？六个，好，走吧。先去砍一砍史莱姆，然后我们就准备等到晚上，然后去 Gas 那一边，然后送给大家礼物，这样。然后晚上应该可以找到奶奶吧？应该，也许，或许，可能。然后我们先走吧，上去，然后把那一个史莱姆砍一砍，然后我们再打算怎么办？这个也顺便捡回家。好，走吧。我们又来了矿坑，真是每个那个什么，哎呀，啊，你要不要上来？好些了。还拿螃蟹，看来这一楼没有，那我们走吧。
就是嗨，就你哦。好，那我们还是下去105。没有，那我们再上去。这种轮回有没有？被打一下我是没差啊。好，那我们还要再上去。也没有，真的假的，史莱姆嘞！哦嗨，天啊天啊，一出来就中招。这边就有三只哎，好好哦。好，那我们有几只啊？好，都三只，再下去吧 ，Let's go。嗨，我就这一只哎，我觉得这一只蛮好打的，因为它会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。这样，那我们再上来。嗨，哦，我又中招了，等一下哦，史莱姆。那我们还差两只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再下去。嗨，没有史莱姆，就你。这一个瓜，那个瓜，我想打掉它。来，好，没东西。那我们再上去。哦嗨，哦好多只哦。好，还有你。OK， 叮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？我再下去一趟，还有吗？没有了哦，没有了哦，我突然叫他打一只小小只的，再给我一只好不好啊？好吧，没有了，那我们就走吧。不要，我再下去了一次。我不信没有啊啊，螃蟹就有啊，史莱姆就有一大堆史莱姆，真的假的？没有了哦。等一下，我还想说，还想说想再打那一只，然后再拿一点那个太阳的那个。哦，有哎、欸。给我没有，那算了，走吧，这样子就行了。Let's go。我在干嘛？踢组织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又回来了。嗨，好，先下去，然后找蓝奶奶吧。今天要生日，然后我们要把东西送出去，这样，然后也希望他老人家在啦。他去找他都不在，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不要像村长这样啊，都不知道人跑去哪里啦，找也找不到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下去去老奶奶的屋子，然后把这个东西给她。这里，走吧。其实里面真的有狗吗？我都没看到哎、欸。OK， 这样应该 OK 了吧？好，然后再跟她讲一下话，应该就 OK 了。实心了，跟她实心了耶。那我们再下去，这里，希望那一位家伙有在，希望啊，希望。他又不在。他又不在，他每天都不在就饱啦、啊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他可能在那个地方，我过去看一看。希望我猜测没有错的话，他应该会在那里啦。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啦，如果啦，我只能跟你们说如果啦。你要知道，村长这一个人每天都蹦跑到那里去的。好，这边有东西，我们先把这个丢掉。好，可以解了。这里，走吧。希望还有在，希望有在吗 ？Hello， 没在，真的假的？等一下，要找村长都好麻烦哦。话说这边好近哦，可不可以多一点人过来啊？那我们先下去吧，找不到他，这也是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没办法呀，没办法。没办法的事，没办法的事，是什么鬼东西？好，嗨，我又来了。这边没人，所以我只要把这边给好就好了。两个了，等一下，玛丽在这里，那村长嘞？还有你，给了，好。你呢？好，那应该是给完了，走吧。等一下，他在那里，那村长嘞？你是会喜欢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好，可以了。其实为什么 Penny 还要一个人在里面走啊？村长，等一下，有人可以告诉我一下，村长到底跑去哪里啦？等一下，没都找不到他哎、欸，真假的？他是多不愿接受我的任务啊？天啊，我该要去哪里找他、啊？其实我真的不懂啊，他会跑去哪里？就是说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可以不要这样吗，村长？还是说我可以接从你？你拿出来编出来的、啊？等一下，
下，他从哪里变出来的、啊、？What？ 我刚刚是从这里走，虽然是从上面吗？那他去哪里呀、啊？算了，有交到任务就好。那我们应该可以拿到那个 Coco 了，对，拿一下吧，走吧。哎，花生 Lobster。哦，我没带幼儿，那就算了。我还想说，我们要不要去海边，然后把那个东西给捡起来，然后看一下有没有 lobster 这样，然后才发现到就是我没有带到那个幼儿，对幼儿，对，好，拿上来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。我觉得我们又要来锄地了，是不是？那个虫虫变好多，好，然后明天我们就来锄一下地吧。不然的话，感觉那个虫虫越来越多。我回来啦，我大姨妈。我先把东西给丢一丢。这个可以拿来做那个什么吧？应该就是丢去那一个酿酒，这样子。这里丢吧，不要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。那我们先下去，然后把那个矿物质全部给放一放先。那边也有蚯蚓，好多蚯蚓。我觉得我们明天真的要锄地一下，这一个，刷新 ，OK 好，然后还有 Sam 呀，那边做好了没呀？还没，那我们先把这个放下来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这个又啊？算了，就放在身上吧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都会漏掉放一些东西，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炸弹我们放在这里，然后还有的就是那个放在这里，然后还有的就是这里，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。然后啊，还有一样东西还没卖掉哈，我丢。好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差不多就先到此了，没有错啊。然后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赞，然后继续我知道我的更新影片。好，走吧，我们睡觉吧。然后今天总共赚了，应该可以赚了10000吧。今天我们总共赚了10000，直接10000，20000都有哎，23854，哇哦，吃一个4500，真的好贵哦，好多哦。等一下，好啦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先到此。哎，这个好多，2000块，天啊，好多。好啦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先到此，谢谢大家收看，睡觉，恰啦恰。